我今年54岁，我姓杨，名叫金福，大多数叫我 David Yeo。 我是在1988年染上了糖尿病，那时候染上了糖尿病，我的年龄才29岁，所以我的糖尿病是第一级的糖尿病，没有胰岛素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打4针啊，从那天开始，所以我每次就是这样打，可是我没有控制我的饮食，也没有照顾我的健康，没有运动，所以我就没有照顾身体，又没有调整饮食，导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。啊，我是有服用胰岛素，每天要4支。说在我那个过程中里面，饮食没有照顾，就累积了很多问题。问题在哪里？我的左脚不能提高，我的右手不能往后面，我的鼻子敏感，我的皮肤脱色，我的心脏阻塞，我的肾衰竭，我一天要小便20多次。性功能也没有，导致最后我的眼睛看不清楚。那个是在2008，在2008有人介绍我这个产品，可是我不服用，因为很排斥，因为一路来我有吃很多补助品的，人家介绍我什么产品我都吃过，人家讲什么好什么好我一定买来吃的，可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帮到我，包括求神拜佛都没有。那个时候我要去哪里呢？去看我的眼科医生。对，当我眼科医生跟我查我的眼睛的时候是很严重的，然后他讲我的眼睛要瞎。那个时候呢就开始雷射，雷射2次又不行，医生叫我打针，打那个药在我的眼睛里面，可是在打的过程中也是不行啊，浪费了1年9个月，花了20多千，医生要跟我动手术。在动手术的过程中，我真的很幸运，有一个人再回来跟我讲过这个产品。那个时候我没有地方去了，我也当作死马当活马医，就拿了那个产品就吃了。吃的过程中4天，我就感觉到我的改善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就很大量的就把它放在嘴巴，比如4粒、6粒、8粒、10粒或者是12粒，我就每天这样吞下去。在那个过程中里面，一天比一天康复，一天比一天康复，导致我的人生改变了回来了。所以我已经觉得我整身，我的糖尿病控制，我的心脏没有阻塞，我的肾没有衰竭，我也不用一天跑20多次的厕所去小便，我的左脚也可以提高，我的右手又可以往后面去，我的眼睛又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，我的白癜风那个皮肤病已经收回来了。我感觉到很幸福，很开心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所接触的，真的很感恩这个产品。我吃的这个产品呢，就是这个胎盘素第二 percentile。 在这在我吃之前呢是第二代，吃了第三代、第四代，已经来了第五代。真的很感恩这个产品啊，已经帮了我的命，从一个病猫变成一只老虎。所以我很大力的、很大件的推荐大家，真的相信他，因为在这4年里面，我已经帮了无数无数的人，我也看到无数无数的人从有病啊，病猫变成一只老虎，每一个大多数在。说4年里面，我很开心，我接触了这间公司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去看待这个问题。